们好，我是走遍全球不想放。现在在2022年12月7号的早上，我们仍然是在胜利大道上面前行。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，从今天的胜利走向未来的胜利。现在我们是在基辅，乌克兰的基辅首都，这是它的胜利大道。胜利大道全长呢，可能有几十公里，反正我们走了半个小时，起码十几二十公里是有的。就在胜利大道上面。